欢迎你，冰冻，我爱你。我爱你，不畏人海的拥挤，用尽余生的勇气，只为能靠近你，哪怕一厘米。爱上你，是我落下的险棋，不惧岁月的更替，往后的潮汐，无论风雨，是你就足矣。我们来回顾一下林老板的那句 I love you， 大家给我往死里磕，得意 CP 是真的。杨玉兰啊，加油！谢谢谢谢，你也加油。听见了没有？我们再听两遍。很明显，杨雨腾听见了，所以回复了嗯。好，所以呢，那个，什么？这边肯定台上人都听见了，乔姐也听见了，所以她慌了，说话都结巴了。啊，那个，你们的试戏那个片段的部分。已经剪好了，所以他们会释出，好不好？他们两个人去看那个试戏的部分。这边优也绷不住了，累奔了。然后时间点的部分会抓一下，然后这一对就是那个试戏，就所以他俩是真爱啊，都给我按头磕。